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好，我们今天要玩《天命球运》的 DLC《虎虎明宗》啊啊，终于要玩这个 DLC 啦！都出多久了、啊？看一下哦，这个哦，大侠才朔风在入江湖，武学心法已达之际，剩余24个天赋点未配置，不用取名啊。24个，看一下哦。网络上是有建议说你可以配什么啦？正外挂，看一下哦。正，看一下哦。看一下，因为一开始敌距离这些长不能不像本身开五双。内外挂，移动闪避。好，这边我们跳过。好，收好了。凤鸣虎啸，传千里。惊天一剑，我为尊。终于等到这一天，不枉我苦心安排，不知你能满足我吗？我先到，承让了。臭小子，承让什么？你还当师父像你一样年轻气盛吗？臭老头，你开头占尽优势，那得意劲儿可是藏都藏不住，当我瞎了不成？刚刚的混战中，你被数十人围攻也不见落入下风，还是老当益壮的很呢。只是些小喽啰，不如你一人单挑五个帮主。哎，看来我已经过时了，不能同你相提并论了。臭老头，承认轻功不如我就这么难，非得东拉西扯的。身为武林盟主，这点小事都要计较，方才你号令群雄的底气哪儿去了？哼，我可不想和亲人说话都端着盟主的架子。哎，先别提这个，臭老头，你到底认不认输啊？嗯，好吧好吧，是我轻功不复当年，我败给你了，成了吧。对了，方才回城时我帮助了受人欺负的女子，这是她答谢我的事物，我拿着没用，你要吗？帮助女子，原来是这样才耽搁了，这不是碧海鸳鸯玉佩吗？哎，此玉佩需在碧海城隍庙连续祈福百日不间断，才能从住持手中求得，传说将这鸳鸯玉佩送给心爱之人，双方必能百年好合，可以说是近来最火的定情物了。祈求来的玉佩里头不知寄托着多少心意，已经不识风情，怪不得到现在我都没个师娘。什么祈福，最终还不得是向住持买来，你不要便罢，现在家里人多，都拿去当了，换几个钱就是。哎，别，这玉佩难得，玉器被你当了，还不如我收下来。哦，想将玉佩送给谁？是哪个倒霉女子得照顾你一辈子？臭老头，这事你倒是比我还烦恼啊。好了，时候也不早了，我先回房去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吧。大哥哥，你回来了。小英，你们来了，这样正好，你托我买的药材就不用特地拿到药王谷去了。谢谢大哥哥，这个给你，当做替小英跑腿的回礼。这是槁木新生丸？是我亲手炼制的。大哥哥，你说小英是不是大有长进？小英你太棒了，进步神速，看来药王谷后继有人。小英要学的还很多呢。哦，这丫头懂得谦虚了，看来不只是制药，
他的性格也承担不少。小月呢？你都在忙些什么？燕儿方才帮梁师傅保养兵器去了。这臭老头怎么勉强女孩子做这种粗活？没事的，少爷，燕儿本就擅长这些，这一点都不勉强。哎，对了，小月，这是我帮你带的银丝糖和风筝，好好玩吧。臭老头再叫你做些杂事儿，也别理他。谢谢少爷。小英，你说过要教我放风筝，我们快开始吧。好。小月也说过要让我尝尝银丝糖，可不许耍赖。对了，姐姐正在准备晚饭，若要找姐姐的话，她就在厨房里。晚饭嘛，正好有点饿，去找小猫蹭点吃的吧。臭丫头，你怎么也在厨房啊？你对厨艺一窍不通，就只会吃面，可别越帮越忙啊。关你什么事？梅姐答应替我做上次那种紫薯面，我在这里等着也碍着你了。是那种紫色汤头黏糊糊的面？哦，我还以为那面有毒没敢吃，想不到臭丫头你倒是挺爱的。说的好像我要毒害神妹似的，面又不是做给你吃，少在那嫌东嫌西。就是嘛，我跟梅姐关系可好了，你是不是想挑拨离间啊？你们初见时针锋相对，吵得都快把我家拆了，没想到才几碗面功夫你就被收买了。唉，你就够我头疼了，现在我眼前就像有两个你似的。小猫，你这话不对，这臭丫头的才智怎么能及得上我啊？小猫，你这话不对，这臭小子傻得很，怎么能比得上我？沈妹，怎么你也这么喊我了？你可别学那个臭无赖。哎，你们要是不想帮忙就滚出厨房。哎，臭丫头，我们这样逗小猫，要是她在你面里下毒怎么办？我知道梅姐不是这种人，倒是最近杭州一带传出了制毒害人的事，你什么时候要跟我一起去除暴安良啊？行侠仗义刻不容缓，待我吃过今天的晚饭，再睡上一顿好觉，立刻就跟你出发。难得大家聚在一起，就明天再去吧。那我先四处晃晃，待会儿在你房间里开饭，饭桌上见了。啊，真是悠哉啊。总掌门兄弟，总掌门兄弟。李兄，总掌门就总掌门，兄弟就兄弟，你老是喊他总掌门兄弟，未免太不成体统。是吗？我一向都这么喊的，多谢练兄纠正我，不然我不知得失礼到何时。算了吧，范团兄，我既是总掌门也是他兄弟，这样喊也没什么错，至少我不介意。要是练兄愿意，我也可以喊你飞白首席兄弟。不必了。哈哈，没想到这两人说起相声也挺有趣的。哎，扯了半天，难得你们俩一起出现，是有重要的事吗？正是，夏侯掌门打算归隐养伤，但在继任人上难以抉择，最后决定比武论剑选出下一任掌门。为避免失了公允，这场论剑另两派也会有人到场仲裁，你好歹是三派总掌门，更不能缺席。喂喂，比起李兄，怎么觉得你对我更没礼貌啊？夏侯掌门的意思是，论剑日期请总掌门示下，由我们带回去宣布，好让众人准备。黄甫义虽不是嫡长，但能力远胜众人，待论剑夺冠后就能顺势接任掌门，夏侯允用意颇深了。要我决定论剑的日期是吧？知道了，让我想想，有了结论再找你们。好，那我们先在此等候，若有其他事情尽管说，我等听候差遣。离开饭还有一些时间，我就到处晃晃再回房间吧。哇，这样第一游戏这样语音哎，哇，他那么惊讶了。落雁谷。猴桃李香肠
香肠。太北极了啦。欸，为什么不能用键盘控制？原本可以啊。为什么？哦，有，可以了。小猫，小猫。是罗奎，他已经抢走了。原来如此。OK， 好。先到处逛逛。我给他了。哦，好，哦，可以选择给谁？啊，太好了，因为还没想到要给谁。先存这里。怎么又破了？可恶，杂志是你分配给他们的吧？纸包机，最死的。断线风筝，凝血丹，北七啊，拿老鼠逗别人。甚至玉佩到底是怎样？是可以大家都可以送吗？看一下攻略。小心玉佩，这些饰品通常内径都是内径50。OK， 所以给谁都可以，只是不同的饰品，然后这个饰品就是内径加50，这样看你要送给谁。还是我每个人都送送看，然后看剧情这样。那我们真可以做一节。好，
什么？二十级，啊，被吃掉了。我们先进主线，等一下再送他们。我们先存个档好了啊。好。